郑贤啊，只要我们站在世界一家的高度广度来看待一切事物，那么自然的就会有宽大的胸怀、恢宏的气度与无限的慈爱，并且我们看所有的人类、所有的万物万类都是一家人，这样呢，每天就可以非常快乐的生活了。就像天上的白云无忧无虑的飘着，是何等的自在逍遥啊！没错，接下来韩国声乐家郑慧静女士将演唱《白云之歌》，掌声欢迎。Thank you.
让我们再以最热情的掌声，谢谢郑慧静女士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唱。袁善，您知道吗？人类的新道德是世界一家的道德。哦，世界一家的新道德是要传达什么理念呢？在这世界上，不同国籍是一家人，不同宗教信仰也是一家人，不同种族、肤色、民族本来就是一家人，不同文化思想、不同风俗习惯、不同文字语言，通通都是一家人。甚至就算贫富贵贱、至于美丑不一样，我们还是一家人啊。这样我懂了，全世界70几亿人，通通都是一家人。我爱我的父母，我也爱全世界所有人的父母。我爱我的子女，我也爱全世界所有人的子女。我爱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家人，我也爱全世界所有人的兄弟姐妹，所有人的家人们。还有，我爱我的国家，我爱我的同胞，也爱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位同胞。这是人类的新道德，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需要彼此互相安慰鼓励，互相扶持帮忙，互相劝勉，互相关怀关爱包容。今天中国黄河青年团将以这首《草原之歌》来呈现人类新道德、世界一家的美景，掌声欢迎！气候吗？
充满着感动。人显得如此渺小，凡事变得微不足道。渺小的我只想赞叹慈母，你造化与伟大。慈母借光大茂盛的草原，风光让我视野开阔。我的眼中充满着感动。人显得如此渺小，凡事变得微不足道。渺小的我只想赞叹慈母，你造化与伟大。渺小的我只想赞叹慈母，你造化与伟大。谢谢中国黄河青年团，全世界70几亿人亲如手足，相亲相爱，像马儿驰骋在大草原上，是何等的逍遥自在、幸福快乐。正贤啊，是让我们站在世界一家新道德的高度广度来看哦，所有耸立在地球上不同国籍的高墙，不同宗教信仰的高墙，还有不同种族、肤色、民族的高墙，不同文化思想的高墙，不同风俗习惯、文字语言的高墙，以及贫富贵贱、至于美丑的高墙，都应该不存在。尤其啊，在这世界上，彼此站在个人狭隘的国家观、宗教观，站在个人狭隘的种族观、肤色观、民族观，狭隘的文化思想观，以及贫富贵贱、至于美丑的分别对立所造成的冲突不断，还有所造成的争执摩擦、相残相害，甚至造成战争，都是不该有的行为。总之，唯有你、我、他，人人具有世界一家的胸襟和理念，全人类才能永续生存。没错，今天中华闪电雷声风箱青年团将以雷声之歌来吹响人类新道德世界一家风潮已起的号角，掌声欢迎。
整齐，大自然畅饮着甘泉，花草在一丛摇曳。谢谢中华闪电雷声风箱青年团，以大自然之舞、雷声之歌，呼唤人类新道德、世界一家的风潮一起。原善，远离饥饿贫穷是人类共同的心声；没有灾祸恐惧是人类共同的心愿。这样说来，人类共同的心声，更是要远离精神的饥饿与心灵的贫穷。那人类共同的心愿，更是要远离精神上的灾难、灾祸与心灵上的恐惧不安。那要如何来远离呢？
这就是我们务必要一起来开创人类的新价值，就是肯定自己人本身的价值是无价的。可是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错误价值观的历史。怎么说呢？因为自古到今，人们总以为地位、身份、权势、财富比人本身有价值。既然如此，大家就抢、就夺、就争，甚至不择手段。所以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为了争名夺利的历史，这是我们人类的悲哀啊。没错，人类的新价值就是肯定自己人本身的价值是无价的。以人为贵，以人为尊，以人为上，以人为本，在这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自己人本身更有价值的事物。现在不妨请各位家人摸摸自己的脸，摸摸自己的身体，谢谢，感受一下，原来在这世界上最无价的就在我这里啊，我这个人的身体是多么的宝贵。现在就让我们来欢迎大自然之物的创始团队之一日本彩虹青年团，将以极具日本传统文化色彩的大自然之物彩虹之歌来传达人类的新价值，肯定自己人本身的价值是无价的，自然就有彩虹般的人生。掌声欢迎。
谢谢日本彩虹青年团以立和美组合的大自然之舞《彩虹之歌》，真让人赏心悦目。